你说两个无伤体力啦，再加一颗无伤。哦，所以想说带个烟头。嗯，金金的，小金。拜拜。还打吗？还是都要吃饭？要吃饭就好啊。更换道具。要查。哇，四个人的训哦。四个。啊，那我来整理任务。调查管理任务。不，按错。在整理任务，土妖鸟，土沙龙，嗯，拜拜。晚点再来看啊，晚点今天晚上阿米狗是玩麦块，对啊，时间真的过很快。吃火龙，哎呦，怎么一大堆吃火龙？哇，怎么删啊？都这么好，怎么舍得删啊？两人，不，佛目标，选鸟，按错了啦！啊，他这样改真的是很难按耶，不然删到了。浮空龙雷龙，浮空龙的魔物，删掉。大熊二，白痴，这骨锤龙是普通的哦，我还留着干嘛？没有。捕获残爪，你看都这么好的东西。关台了，我在整理任务，整理完我们就关台咯。两人，啊靠！我刚应该，我没看几人就三，我的天！应该也没人缺素材啊，删掉。
贼。萤火。两人。龙岩龙。暴锤龙。苍火，吼吼吼！删掉。啊，我怎么坏习惯？看到烂就删。啊，这是两人的，这是两人的。哎，哦，糟了，又乱删了一大堆。好了，两人四人，留一个。灭尽。这个我就真的舍不得删了，这是可以拿来欺负的龙。阎王有没有这么棒啊？四人，这个力竭一次，删掉。三次力竭两次。哇，怎么阎王都是这么棒的啊？两人的就算啦。钢龙。两人的，两人的，两人的删掉。留下来。冰鱼龙。蒙牛龙。这个真的很夸张耶。虽然不能倒，两个人，五个金的，寒假可以追我直播，会啦，尽量都会在白天也开台，晚上也开台啦。你看一大堆蒙牛龙，这个可以删了，四人，四人，四人，两次力竭，删掉。磁力劫删掉。不不不不不不，目标壁毒龙。嗯，一次力劫啊！现在还会被他打死的，真的是要笑，就是我。目标水妖鸟，四人，四人两次，三次。扶啊扶啊扶啊扶啦！嗯，删掉。目标：冰牙龙。两人，四人删掉。驯龙，驯龙高手，两人，四人不能倒，两人不能倒。可留这个我也不敢去打，也没还好啊。你怎么了？先留着，捕获斩龙，四人，四人，四人不能倒。四人可以倒两次，嗯，啊，什么东西？我什么东西？轰龙，四人三次力竭，两人三次力竭，删掉。目标：双翼风飘，四人，两人，删掉。雷二龙，哇，雷二也挺多的呢。两人，四人不能倒，
四人倒两次，删掉。雷二龙，两人倒三次，还是什么？两人倒三次，啊，两个都一样哎，好难，好纠结哦。留太多又不太好，没有用。四人倒一次，四人倒三次。刘展龙，捕获刘展龙，四人三次，四人三次。快删完了，还剩一页了。哦，凶爪龙两人，两人三次，四人三次，删掉。捕获凶爪，删掉。啊，冰州就真的很多了。元宵，哎，今天我看到你玩，找不到你的集会所，你要自己躲起来哦。四人一次力竭，删掉。四人三次力竭，三次删掉。冰咒龙四人五次力竭，哇，这个可以。四人三次删掉。不嘞，两人一次，四人两次删掉。哦，你在跟北极大哥玩啊？你那不爱老咖了？不爱老咖？你就叫不要上来，你就让他上来。嗯。还有怎样吗？我家狗跌在楼下跌倒，下楼梯跌倒。这个也挺多的。规定三两人的都先删掉，两人的我家楼梯会吃人，不吃啦，吃狗啊。明波龙，哇，这个也好多哦，两人的，两人的。那就是删掉了。啊，你玩的怎样？你玩的顺利吗？四人三次力竭。应该是带他哥玩吧。哇，一大堆！等一下哦，这个四人三次，四人三次，四人两次。永松洞、吐露珊瑚、大一种，哇，一大堆耶！黄怒恐暴龙、
三次，四人两次，四人两次，两人三次力竭。哦，这太啊、哦，等级超过我了。你看你都被追上了。那有追过我吗？一次力竭，先留下来。雷狼龙，哦，雷狼龙爆干多哎！看一下哦，四人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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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删掉，太少了。四人一次力竭。两人三次力竭，四人三没有金，四人三，索纳太难，你是说的等级太难追吗？还是，四人三。四人一次力竭，哇，这是要删掉啊！一次力竭，战痕黑狼鸟，怎么是力？是啦，他是力战的啦。金火龙，目标咬鱼，巨甲虫，巨甲虫也不好干多，无聊，开开它赚赚钱。1980，不需要这么多。好了，我们删完任务了，一次怕什么？我怕啊，我怕死啊。每次跟他们出团，第一个死的几乎都是我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明明也没有什么走位失误啊。等一下哦、喔，卡金娜君，持有任务还有15个，哇，太夸张了。好啦，今天感谢，我有没有关麦啊？我没关麦。好了，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欸，我刚刚是碰巧摸到他吗？刚切画面，哦，你没生气耶？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今天晚上有 Amigo 是玩麦块 Happy Soul， 所以再进来看我的台吧。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。拜拜。